什么？三包面，一包面不要饭，炒饭不要饭，炒面不要面，不要油不要盐，哈哈哈。OK OK OK OK。哎呀，我盐放多了。Few moments later。哎，他刚刚 order 什么了啊？老板，现在辛苦了，现在有 Food Z 可以帮你打点一切，不用怕再漏单，顾客可以自行下单， Who, when, what, where 都可以解决得到，我们只需要选择接受或者是拒绝顾客的订单。外卖平台费用太高，有时候食物出慢一点他们还罚款我们哦，怎么办？没有问题，顾客想要自己来拿或者是我们直接提供外送服务都可以，范围几大 charge 多少钱都没有问题。如果想要做特定的优惠，可以 set 自己的 promo code 让 self collect或者有 pre-order 顾客有特别的优惠，还可以减少人力。怕别人不知道你有做外送服务，别怕，我们会帮你量身定做 video 来宣传你的外送服务。Low budget 没问题，政府现在有提供 50% 中小型企业的津贴给你 micro system， 你还在等什么？好好好，我现在马上联络负责。